不好。好啦，你很难揪最近。我然后很难揪。流浪仔。终于出来了，刚从花莲回来。去花莲干嘛？去流浪，捡纸箱。对，去收破烂。生意好吗这边？还行，很多阿比亚的罐，我去那个海边捡那个阿比亚的玻璃罐，捡一捡才可以回来台北。对对对 对, 對，才可以约吗？好啦，我们正经一点，今天在钓虾的，在聊你的流浪生活。啊，我们今天流浪来到了中和。对，那板南听说很好钓。板南、欸。对啊，是你推荐的吗？没有啦，因为这边它其实有两个特色，我觉得有两个特色。一个是里头有虾，不是，一个是它是 Google 评价最低的，2.7 2.8 吧。为什么这么低啊？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拍的时候是二点，念给人家评价一颗星，我没有评价啦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钓的时候是2.1，我第一集影片的时候，可是我钓起来没那么差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最近有进步了，他到2.7啊2.8，我忘了。啊，为什么那么惨啊？这是第一个特色。第二个特色是他这边可以回虾。哦，这样你还可以卖虾，对不对？就是回给老板。对。啊，一只多少钱？有算只的吗？算只。对不起。然后严格来说有三个特色啊，第三个特色是他这边很便宜。3小时只要600块啊，好便宜哦！对，而且在市区哦，够便宜了。耶！所以这边生意会很好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真的哎。对。好啦。试一下啦。好啦好啦。对不对？主要是你看一下环境啦，看看是不是好，是不是2.多颗星？好，如果今天大爆掉，我就给他多一个评分5颗星。这样很好吧？钓不钓得到，我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觉得跟每个虾场完全都没有关系。好了好了，那就走吧，走吧，来看一下。但是我们有位置钓吗？人好多哦。我们今天比输的钓虾池。我们今天比，如果谁输，套丝袜算什么？钓虾池。对，输了我们就这样买个钓虾池。好，输了就叫哪个钓虾。你还问我，我的天平呢？什么牌子？上面明明就有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用的天平的牌子，颜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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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个很厉害哦，可以一次双攻两个人。所以不用我帮你量吗？我会啊。好。像这个一个钩啊，我可以重复用几次啊？用很久啊，除非它不利了。怎么知道不利啊？钩自己。对。你觉得钩自己不会痛了就可以换？哎，这个还利吗？可以哦，好痛好痛。它是好的没啦，是要量多久？你有什么困难？时间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时间已经过了2小时。屁啦，生意还在配。有没有？可以啊。非常精准。好了。拜拜。拜拜。2小。两根，没有买一包就好了啦。你那么会钓，你这一包这么大包，他买2包，你是要回去炒高丽菜哦？不够啊！小叔，你怎么只拿一包啊？这么久没跟你钓虾了，请你钓虾。哇！反正你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钱吗？因为输了付钱了，你等一下还是要给我钱。有吗？有吗？哦。因为这样你输了也不会难看，对，就是因为他请我钓虾。我请你钓虾。我们今天也不要比较多的啦，不然你要比什么？先起3只虾的就赢。真的假的？好不好？这么刺激吗？太刺激了吧！我们先看情况。真的假的啦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这一只了啦。1:0。
对，你要比什么？赢的啊，已经赢的啊。对啊，赢吗？不是先一只吗？屁呀、啊！你刚刚明明说三只。哎、yeah. 。哎呦！这不是。停牌了，因为感觉好没目标啦。我们比三只，然后比波三。比三只再比波三啊？对。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喂。这么凶是怎样？好凶哦！他刚这样戳过来，我都觉得他要打我。戳走了啦。有保护啊！哎，你要洗脸吗？不要，我讨厌。哦耶！舅舅，破三啊！哎，我抓起包包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第二 round 哦。好啊。2-0屁呀、啊，没有。2-0啊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没有，因为这就算一次。屁啦！一次就是一次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一台冰室啊！直接2-0。我跟你讲，要不是只用两个钩子。怎样？不要三钩哦。一次就可以。他开始屁股翘起来了。哇哇哇！好爽哦！你们坏死！少一只虾吃没关系，但比赛要赢啊！有。掉。最后一个包没有再加码哦。有那么扯？里面好也太多了吧。好扯哦，为什么？落水咬。哈我真是帮那只虾高兴，它又可以多活一活。节奏有点乱掉了，都在乱打。吓死我！好了。
拉力了、yeah. 没事啊，请你钓虾、啊、跟我比赛前预估的一样，就请你钓虾。你看神预测，如果他是说好啦，我先帮你付，这样就难看了，对不对？耶耶耶，而且他到现在还没有号哦。你的运气哦。不是吧？啊！你很幼稚哎，知道龟的是谁了吧？我们那个蟹棒吼，已经先收干了啦。他已经，他颜面尽失了。他绕跑了，没有啦。我付钱就绕跑。没有。因为我们打算大家在这边吃个那个泡面，然后他们这里还有提供瓦斯炉可以让客人使用，蛮好的。所以蟹八就说，反正既然他都输了，那他就去煮东西好了。他现在去买食材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在等蟹八煮黑暗料理。那我们来夹娃娃，我们要先选个目标，对不对？夹了抽给观众，要想要的下面留言。啊，我本来想说给我家的狗哎。先选一下目标，夹那个狗或那个猪好了。你为什么不夹最近的猪嘞？哎、欸，哦，你看啊，这很难夹哎、欸。哦，命中。不知不觉花了六七十块了，哦哟，少一包刺尾青了。哎呦！啊！哎，怎么？这样有吗？哎、欸，他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有。快点！啊，我没钱了。快！完了，好棒啊！我不玩了。哎、欸，蟹爸、欸，我们来挑战好不好？挑战什么？我刚花了120块，我没有夹中那个游戏那只娃娃猪。你看你可以花多少夹中那只娃娃猪？我在煮饭呢、欸。真的买蛋，他还买蛋，对啊，你看多刚啊！哇塞，你还买中药包哦？对啊，黑暗料理。哇塞，这有点香哎。那还对啊，我口水开始在分泌了。帅吧？那还在煮啊？那你去挑战那娃娃猪。你说你花多少钱？130。他刚被我吹了，猪啦，要猪啦！你好像在瞄准米奇耶，他好像技术更差，真难嚼。可以啦，你就是一直想嚼米奇哇，30块。可是目标不是他，是那只猪。这猪在下面不好嚼。甩得有模有样的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差一点哦，开玩笑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以前很常在夹？喂。喂。哦。夹到了。Easy 哦，50块夹两次。好强哦！我刚其实跟你一样在晃晃晃，都没夹到。然后都没夹到。因为你的运气掉下都用完了。哎、欸，早讲啊！这不帮你发个 IG 限动怎么行呢？黑暗料理。来用个看起来至少好吃一点的。哎、
欸，可是闻起来很香哎。哇，还专业打蛋。哇塞！要不要表演个？黑暗料理。表演单手打蛋。来，单手。哎呦！啊，可有蛋壳？哇，有蛋壳掉进去了。啊、算了，谁知道谁幸运？他这个太脆哦，单手打蛋，我也是练过的。老板用脚。我们没有厨房，没关系，我们有蟹霸，好棒哦！哎，我们今天总共有几只虾？十六。一共有二十五。十六啦。十六只。十六只。好喝、啊，不错，好喝。黑暗料理，这锅子跟那个都是跟老板借的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老板很好哎、欸。对啊。嗯。怎样？怎样？喂。怎样？这有点大声哦。来来来，蛋蛋蛋。有点失礼。对。蛋了、啊、蛋了、啊，我差点被自己给洗，先给他，他没有蛋。哦，我不是因为难吃，是因为面我还没咬，他直接差点就直接把它吞下去了。嗯，就是加了那个麻油鸡的那个料理包，烧酒鸡。哦，烧酒鸡。那个全联杂货店跟 Seven 好像都有在，便利商店都有在卖。嗯，味道不错。嗯，好吃。今天是我获胜，支数一样啊，都八支。可是没有啊，我们是比波分，又不是比总支数。我刚前面有提，但是你说不要啊，啊所以我们就变比波分了。是的是的，啊、没有啊，我没有比赛啊，我今天请你钓虾。没有啊，我们今天不是有说好输了要输到抛头啊？我跟你讲啦，没事，先见着，就是吼。我跟你讲。下次你跟乐群一起套好了，我们你们一人套一次。你今天一开始就没有说要套丝袜，我想我们下一次，下一次。哎，我想到了，你跟乐群一人套一次。我不要，往反方向跑。然后往反方向跑。要不然这样啊，我们下次来个三人 PK 啊。啊，等一下。输的两个人套。没有，下次 PK 前你要先跟乐群。为什么？你今天又没有说要套丝袜，我怎么突然觉得很好笑？你知道我们上次 PK， 然后观众就在敲碗说为什么老谢没有套丝袜？你没有先讲啊，上次那个哪叫 PK？ 我钓寻龙鱼，你钓鳟鱼，那个哪是公平的 PK？ 那我们今天很公平了吧？可是你又没有事先又没有讲啊？因为我没有讲啊，对不对？哪跟我没有讲？哪有？有啊，有。哎、欸，好，黑箱作业。我跟你讲，真正的对决，我们下一次。问观众嘛。我帮我们问观众啊。观众底下留言。你们超坏心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也不闪躲，下一次输的一定套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好不好？我们就约下一次 PK， 输了就套。反正下一次我们两个碰面就是要套丝袜。不是你套就是我套。啊，我们要找乐群一起吗？好，可以。我也找乐狗一起。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找乐群、乐狗，你跟我，我们四个人开始钓虾 PK 钓鱼 PK。可是丝袜没有三边的、啊。这样我们就取最输的那个，因为乐群其实他就只是来参与而已。如果要是他输，有没有？他就套两张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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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这样决定了。好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好，好啊、没问题。没问题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喜欢我频道的观众朋友们，记得帮我开启订阅、点击小铃铛，还有爱心分享。哇，讲很顺嘞。还有蟹霸的啦，蟹霸的出来玩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继续吃。吃起来。带。是啊。对，你骂脏话。吓到我。